角度，如果今天不是摩托车，是脚踏车的话。那没有味道，异味，空气清新，空气比较清新。一、二、三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第四组。第四组，我们要宣导的是空屋掰多奇掰。我们的动机是过去的空气污染严重，那我们现在要就是努力的做宣导，减少废气。未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整条马路都是脚踏车大于机器。净化空气只有一个，电动车也只有一个，每一件都有。